什么蹭啊？莫文，你蹭什么蹭啊？什么对不起啊？舒服吧，莫的，啊，开心吧，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你的了。面对地铁色狼的咸猪手，女子奋力回击，拍下影片要大家小心。不过现在除了自己自救，北京市公安局也特别成立了20个以上的猎狼小组。首先呢，咱们按照分组吧，针对这重点站，然后以小组的形式呢，对这个站里边进行巡视。这个北京猎狼小组平常都是便衣行动，潜伏在北京各地铁站，一旦发现在地铁站徘徊的可疑分子，就会贴身跟踪，并拍下犯案过程的影片当作抓捕证据。至今已经抓获了118个地铁色狼。别动，警察别动，别动，裤子别提。拉链还没没有。你刚才把下体露出来了？没有，我看见了，我视频。比起过往，大部分受害者可能因为事件敏感，不愿意出面作证，北京的猎狼小组主动出击，不止大大提升嫌犯抓获率，也因为拍下犯案影片，人赃俱获，不再让地铁色狼有机会找借口逃脱。记者唐文泉报道。